嗨，各位伙伴，你们好哟！琳琳这次来分享捉到的两只大脚金龟，其中有一只是帝皇的哦。话说，琳琳就在有天敲矿时，意外发现那边树上似乎有着什么东西，感觉那只红色瓢虫好像长得有点大只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了，该不会是大脚金龟吧？果然猜的没错。隔壁班的小帅忍不住称赞说，琳琳眼力也太好了。不过又是这个时间点，准备要天亮了。夜晚属性的紫虫每次出现都是天快亮，又要跟时间赛跑了。捉到了，耶！超开心的琳琳已经捉到两只帝皇的了。游戏时间是早上6:02，现实时间是23:38。来看看这只在露营场捉到的大脚金龟，也是可以感觉得到天空渐渐在亮起来了。越接近它，天就亮得越快，但是只要一走快，它就会直接飞走，又是一场时间竞赛。杀手，还好没捉到那只锹形虫，不然超酷酷的。琳琳还有遇过一只紫虫，旁边居然跟停三只一般虫，摆着明是不给你捉了，真的生气。好啦，这期跟伙伴分享捉到的大脚金龟，那这期就先这样了哦。喜欢琳琳玩游戏的伙伴们，别忘了支持与订阅琳琳的游戏频道哦。那就下期见啰。